道夫衣着清凉地坐在泳池边，路过的男孩看见这一幕，瞬间被对方迷得神魂颠倒。这时他一把脱下身上的衣服，跳进泳池，坐到花姐的旁边，看着面前长相英俊的小帅，他立刻对这个男孩产生了好感。却不料这时他突然潜入水底，见此情形的花姐还在纳闷他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事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小帅在水里待了半天都不上来，眼见情况不妙的花姐立刻冲了进去，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小帅的计谋，其目的就是为引起花姐的注意。显然他这一招起到了作用，花姐成功被小帅幼稚的举动吸引，随即便把他带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看着面前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，小帅根本不介意两人的差距，说罢就一口吻了上去。接着他一把将花姐高高抱起，两人随即回到了卧室之中。却不料就在花姐脱衣服时，小帅竟把手机摆在了一旁，记录下了两人精彩的画面。